还行呢，你别说，说心里话，还行。一般嘛，反正前面两个人呢要调，有点不值啊。嗯。但是我刚刚特地从后面看了一下嘛，直的嘛，就第二个轮胎稍微往外飘一点。第二个桥稍微往外飘一点，其他都还好。人家太行。这个车我们要卖50多万才不亏。40万，现在有多少？这个40几万呢，还亏呢。那汽油车40万还亏。哎呀，我真搞不懂。汽油车40万亏不多。亏。这少一半钱。啊。这位哥说的40万还亏呢，谁打电话给我？我跟他说了，车头向里。后面一个人在转档，好像前面人在转的特小。倒数第二个。嗯。不，就前面两，前面几个都偏小。啊。不想干了。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。不想干了，不想干了，要不干了就不干了。对了，那老了是吗？你问我媳妇。